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咱台湾的四故人。顾名思义，所谓的台湾四故人，是一种在台湾民间使用真久的习俗文体的结构。每首这个四句，每句是七字啦，还有讲究这个押韵。咱四句人是一种民间的文学，不管何路也是客家，为乡野的最残人，甲着文人雅士啦。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要灵感、兴趣一来，拢会使用这个四句人来吐出着伊的心情的故事啦。啊，这种四句人类似着唐诗绝句，但是伊并无讲究平仄的这个结论。另外就是讲，这个押韵的方面，在咱客家乡亲啊，甲这个河洛伊小夸无同款。客家呢，伊是讲究一二四句押韵啦，啊那河洛呢，要求讲句句拢爱押韵啦，吼。咱来看过去河洛人伫这个婚礼的过程中间，新郎新娘拜堂完婚的时啦，每人也是这个司仪会念出一个四句七言诗：一拜天地成夫妻啦，男女姻缘天来配啊，一生幸福是无问题啦，家和万万子孙齐啦。二拜高堂敬祖先啦，天造之合好姻缘啦，夫妻和合永不变啦，家运兴旺是万万年啦。夫妻对拜徛正正，幸福之路做伙行，新娘入门得人疼，翁婿予伊疼命命啦。一般来讲，四句人主要是汉文汉语使用的一种习俗结构甲形式。汉人甲原住民积极伫咧通婚文化交流迄个时阵啊，因为河洛台语是大多数的人伫咧使用的语言，真济原本是用原住民的民谣曲调，尾后被套上这个台语四句人的歌词来甲演唱啦。较特别的是，有时这个原住民伊的曲调是短短四小节啦，啊，敢若会当消化掉咱这个四句人四句七言诗内底前两句，啊，演奏者之后呢，把这个四小节甲反复一遍，配合着这四句人的这个需求啦，哦，亲像讲这个乡村人离开故乡。要去台东打拼，因就用短短四小节的原住民的曲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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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句甲第二句，迄个来去啊，台东啊，
赚啊银票。来到咧台东啊，赚袂着。然后搁再次一次反复一摆，第一句甲第二句的旋律，来唱出着第三句甲第四句啊。想袂倒转啊，惊人笑，孤不义将。阿娘啊招，安尼来完成完整的这个四句人啦。在咱口语相传的时代，应用这个四句人来吟唱诗歌的人相当的普遍。题材嘛，应有尽有啦。亲像这个行船地区的人，用来歌颂到满洲乡加洛水是行船海边的观光圣地啦。因为这个酸芋、大盐形成这个奇岩怪石，名闻全台湾啦。咱满洲当地人都照着。运用因当地的一个九牛条啦，来唱出着因的应邀之情啊。满洲海墘，加洛水咧，奇形怪石生几堆，八角石头生真水咧。看到心凉鼻头开，有人会运用到水鸡跋落深谷井这个代志啦，来探讨一挂人生的道理啦。会讲到咱人有时亲像水鸡落难啦，跋落谷井。但是袂使坐井观天啦，意志消沉，等待死亡啦。应该要充实家己，养好身体，等候时机若到，就会当逆势转胜风啦，再度出头天啊！水鸡跋落咧深谷井。目睭金金看上天，等待落雨过晴天，这是水鸡的天。嘛有人用这个四句联来记载着台湾各地的这个物产啦。每一首押一个韵，会当安尼连接十外首，安尼亲像这个 rap 啊，伫念安尼，顺着这个节奏，甲着这个声韵，无停安尼念出各种特别的这个名产就对了。台湾高粱啊出金矿，北投山顶出硫磺。金铜出在水帘洞啊，乌油煤炭自随风。南部出有番仔豆，鹿港好米出虾饺。园林庄卡出咸草啊，新化陕西是出蒜头。
溪州出产菜脯米，东港出名红虾皮，宜兰金枣红肉粒啊，德山粗纸甲笋丝。苗栗的大湖是板草梅，园林的好食是咸蒸甜。南投小兴水鸡鸣啊，西螺西瓜山高甜。甚至以前连麦人婆啊，嘛会用这个四句连来自我推销，伊是牵红线功力上好的人啦。身穿红衫是红好好啦，大家叫我牵公婆啦，啊，啥人无某找我讨啦，我来牵缘免惊无啦。一直到现代，有一挂前辈，岁数虽然有较悬啦，但是因呢保持处处之心啦，啊，认定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，哦，所以因会用这个四句联来编写一挂人生本路歌。三十才出世，四十表示小孩儿，五十六十青春期，七十人生才开始。八十多处满满是，九十嘛是无稀奇，才到一八笑眯眯，人人会当吃百字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福尔摩沙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。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的四句联。四句联用的上界普遍的，就是以前台湾人在日常生活中间，在这个工作的场合，互相来对唱应和的小波，马人叫伊讲来吉瓜。在这个小宝四句联中间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万地小宝啦。事实着，在这个山野地方啊，男男女女借着唱歌来增加人生的趣味啦。有一位外来的少年阿兄，来到这个地山，想要跟这个万地姑娘熟悉一下。伊就先借用这个不敢避驾真侥幸啦，这个来做伊的理由，来吟唱一段四句联，想要引起到这个姑娘的注意啦。伊就安尼念：姑娘啊，满地伫山顶，我今来到山下边。唔敢爬行是真侥幸，啊！这条山行路不平啊，也袂熟悉进前嘞。这个万地姑娘虽然我那有个善意回应啦，但是我那带有淡薄啊，这个防卫之心。啊，你是唔捌爬山路，安怎一步爬几步啦？啊，跋甲土粉是规领裤啊！无采你派头遐呢粗啦。伫传统嘅民谣有一首叫做《地山小宝》啦，就是讲来到地山嘅少年家，
甲正在满地姑娘的中间，两个人那伫咧对上小波，那照着未来的眼去来传达着双方的好感啊！啊，即阵咱就做伙来欣赏我甲范光辉老师所对上的地山小波。四夫人的播歌，台湾各地拢有啦。目前较用心伫咧进行保存，有咱新北市林金城、朱金城、林立台等数人因一个团队啦。另外就是澎湖的洪敏聪、张永杰等人，新北市平南位在翡翠水库上游的水源保护区啊，当地盛产文山包种茶，用四句人来对唱小波，是当地上讲，比如讲过去真重要的一种娱乐，嘛是一种民间的文学啦。当地王振兴老先生啊，伊所念的这个布瓜，火头食甲九十路，嘴内无气，头无毛，啊，一块肉皮剥袂断啦，子孙食肉啊，咱啉汤啦。当地另外有一位王灶老阿伯。伊安尼咧唱，回头啊，食咖喱八十九，面皮粒径是十外高，好心在世咧唔知走，一工夜市是几碗头，安尼伫平湖。嘛，有流传着符合当地风土民情、甲着生活文化的八卦啦。除了爱承受着离家思乡之苦，也爱自风正应，忍受着这个咸水破面、准饭吞的滋味啦。讨海卫生是本分，背鼎出房伫黄昏。海涌破来一阵阵，咸水破面准饭吞。另外，伫一个台东外海的离岛，绿岛，以前叫做火烧岛啦。伫只播歌，因叫做吉歌。2001年，我捌去这个绿岛做田野调查，迄个时阵。捌为当地一位号称歌王的王周发先生，伊的口中录到真济当地特色文化的布瓜24首，其中五彩开花、
应用这个七一十五条来讲出着期待爱人啊来相会的心情啊。花叶啊满满，落到对面大东山。哪有阿娘啊通来看，较好着就陪伫看。四句联的诗词结构，除了普遍自由应用伫这个念、吟。播唱以外，同时也使用伫这个传统的民谣内底，由咱台南四新柯炳丁伊整编歌词的八卦调，就是典型的例啦。歌词是由四段四句联组合而成啦，唱的时呢，加上一挂 A 啊、E 啦，来做这个收煞韵尾啦。柯炳丁用这个趣味的语气描写着民间大众庙内求灵签、卜姓卦、请神明指点、传后事、求婚姻、好生理甲得财利的一个秘境啊。要签档啊，有三支的，要卜新娘啊，入门啊去。现在有新三月日啊，包娘的生卜烟蒂啊，头几五娘的陈三兄，甘愿为奴来扫听。婚姻虽然稳会成，一心欢喜一心惊。两支关公是父老辈，咧饭先做做生理。啊，你若添油两百二啊，明年一定大赚钱。三支餐烟啊，飞落梦的，一稳在你啊，又空空的。先祖大情来改的啊，意愿当煞有戏啊，梦啊伊。四句联对台湾的古典文学、民间文学，甲着歌谣的影响，深搁高，久搁远啦。欢迎后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《福尔摩沙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。